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甘肃的刘家峡，看下面是两江交汇的地方，一个是黄河，一个是洮河。大家看啊，那个绿色的才是黄河，黄色的是洮河，是不是颠覆你们的想象了？黄河在这个上游，它是碧绿色的，没有被污染的。从这个峡谷里面出来，两条河交汇啊，太壮观了。离这里不远，往那边走个一两百米的地方，就是刘家峡水电站、刘家峡水库。这里还有一条下去的路啊，到下面再看一下。这里半山腰还有树挡着呢，一会儿我再飞个无人机。都往这边走来，到那个下面看得更清楚啊。带大家下去看看这个黄河和洮河交界处。你慢点慢点。哎呀，我和我同学来这里玩一下啊，我们开车过来的。哎呀，这下去的路全都是这样土路，而且特别陡，一定要抓稳啊，抓不稳就掉到黄河里去了。哎呀，不过为了这个景观呀，这条路也是值得的。哇塞，这个地方景色真是太绝了啊，这两条河像一个鸳鸯锅一样，一边一个颜色，太值得来这里了啊！往跟前走一走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两河交汇的奇观，泾渭分明啊，说的是不是就是这里啊？老同学怎么样？你注意点脚下，这边上可都是悬崖。哎呀，这里悬崖边有个大石头啊，来，你到石头那儿，我给你拍个照。这地方的风景啊，用甘肃话那叫做绝绝子了，绝绝子啊，点个赞，太壮观了。这地方像不像一个鸳鸯锅呢？看这两条交汇的这条线非常的明显，它俩在这里交汇了，相融了，慢慢流到那边。你看那里的水啊，也有点黄，也有点泛绿。慢慢的就融合交汇，流到下游。这里距兰州多少米？多少公里啊？几十公里吧？五六十公里。啊，对，五六十公里。你看兰州那个水就特别的黄，全都是这条河染黄的啊。在这条河往上，全都是绿色的黄河。我们对黄河误解了多少年呀？其实人家这么干净呢、啊。你看那个，山崖的那下面有一条很明显的线，那个是。丰水期之后水就涨上来了，淹到那个地方了，每年的汛期涨到那个地方了。往这边看都有这条线，很明显。在这里多拍几张照片啊，来，这块就是两河交汇，这是黄河，这是洮河。今天我跟大海出来拍视频，我们俩也是拼了，这底下就是悬崖绝壁，我现在两条腿直哆嗦呀，但是风景确实美，确实漂亮，也值了。抖音。